思密达的自热煲仔饭，他们家现在真的是太卷了，自己卷自己。29.9块拍下给7盒全肉版的，260克的鱼香肉丝2盒，260克的咖喱鸡煲仔饭2盒，香菇卤肉1盒，黑椒牛肉1盒，再来1盒剁椒牛肉，真的这么多，只要29.9块，你敢想？这大冬天的不想做饭，来个这老美了。嗯，好吃。思密达他们家的不管是小火锅还是这个自热米饭都很好吃，味道做得很地道。他这个一份米还挺多的，19.9块7盒，1盒才4块多。你看这个看起来老有食欲了，而且还特别适合学生党，你在宿舍里面不让烧水的，这个就老合适了。可香可香，里面是真实的牛肉块，虽然不多，但是这个价格吃起来也太美了。这个是鱼香肉丝的，也很好吃。哇，这个是我今天的午饭，不想做饭，也不想出去买。黑椒牛柳，老哇塞了！现在活动给7盒，随时结束哦。黑椒牛柳味特别浓郁，微麻微辣。